其实我习惯了当一个侍女，每天读书赚钱，几枚铜钱，买些胭脂水粉，我就能开心好久。偶尔偷吃糕点，也不会让你发现。这样的生活很简单，可是我很喜欢。喜欢就留下。可是齐赵叔叔说的对，我有我的责任。太多人期待着我的出现，期盼着绝望里能看见光明。我经历过绝望，所以我知道这一点光明对他们来说有多重要。我是江妮，是你的侍女，我也是西楚公主，王族血脉。罪臣曹长青，民女于右威，拜见公主殿下。